在地企业家毛进祥十多年来支持单球自小工园无中断，飞行健工园去拉球场卖设备，一直到培训少年就业。今年中秋，佫推出以爱的家园为主题的公益联名拼礼盒，并宣布将本厝礼盒所得全部捐予自小工园，希望延续单球阿嬷一心行善的精神。会场演奏单条阿嬷在生的时阵上届教伊的歌曲《爱拼才会赢》，为着要延续单条阿嬷关怀儿少教育的精神，在地企业家马进祥推出以爱家园为主题公益联名拼歌礼盒。我们想要让少年家园有更好的资金来关怀少年，也期待社会大众知道我们这是要关怀社会这些青少年，我们让他抓到回来的正途。那不要再让他们有受到其他的诱惑或者不好的干扰，所以少年家园是阿嬷的精神，要照顾这么好的这个中辍生。那期待我们社会大众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爱持续的传递下去，让阿嬷关怀他人、爱护大家的这样的精神持续传递给大家。这两年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单条二小家园英文出问题。所以社会新兴企业的援助，互因非常的感谢。咱第一年的时阵，咱的预算吼，咱就已经不足啊。啊，第二过年吼，不足的赤字的额度更大。咱毛董所以即摆进前都有咧提议，有咧研究吼。啊，伊即摆加快这个步调吼，啊，甲咱这个联名商品吼，啊，甲伊吼，啊，甲研究成功，啊，甲发表吼，安尼。啊，今日吼非常欢喜吼。我咧深深的感觉吼，咱毛董事长吼，这几年来我家己看到安尼吼，伊安尼对咱玻璃顶南道观啊，所有的社会公益吼，都有他的足迹。为着要延续单条阿嬷的委员，这摆礼盒所得100%专业来关注单条二小家园，包括立委马文君、玻璃顶长廖志祥等人，拢呼吁各界来支持帮助。毛董事长其实非常不简单吼，长期以来伫公益的方面，会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，尤其咱单条阿嬷，大家非常熟悉的，伊伫进前安尼来过身去，啊，不过伊对咱这社会贴心甲爱心，啊，会使借着安尼机会来甲延续的。我相信讲，这个联名卡的礼盒吼，大家拿买来送人，佫会当做公益吼，因为咱。这回只的这个人民礼盒吼，伊是100%吼捐献，就是讲啊无算成本的，就是讲啊你若买一盒660元，等于讲做一个公益共款吼。虽然单条阿嬷已经往生，但是伊对社会弱势关怀的心，在国家的支持甲帮助之下，会延续落去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